我们应该来跟他说祝他生日快乐啦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金鹏。金鹏。好，我们三二一，祝金鹏生日快乐。OK。哎，你生日十二月嘛？我记得是12月30号。12月30号。你看我连生都记得，你看。越看越像他的爸爸哈。嗯。像阿公啊。都有像啊。就是他们家的体系。嗯，那这样子，他生儿子，儿子生爸，当然像啊，不像还像谁呢？啊，都有打哈欠了，打哈欠了，都有像。在睡觉，哦，都有像，都有像。谢谢你的。不会，谢谢蔡医师，谢谢蔡医师，谢谢蔡医师。这个我岳母很期待。哎呦，他大概要去拜，因为我岳父2014年大肠癌，他一定会拿去。放在这儿。我知道。很新鲜，没有老母。我说过你两次了，我说你是被家事耽搁。你不要再介绍了啦，蔡医师都已经记得很清楚了。被家事耽搁的那个烘焙师，你应该去开一家五宝村的店这样子。没有。这个是真的是幸福。你岳母幸福。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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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姜。姜是比较姜。三水江妈妈的店，江妈妈的张妈妈，张妈妈，张妈妈，对。哎，今天是什么口味？今天有，我记得它的粽子，粽子，哦，粽，粽子，但是也是有蛋黄的架子。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对，我记得去年有这个，也有蛋黄酥。对，这个是抹茶，这个梅子，哦，不是红豆，红豆，啊，这个红豆，这个红豆都不，梅子入味就，这梅子没有，他吃过了没？他吃过了没？他有吃那个绿豆碰一点点，那个皮线，啊，绿豆碰没有丰原那家，哦，那个奇迹那家哈，白雪，什么白奇迹，雪花斋吧，这个在下面，啊，那你这盒子怎么垫？这个就有叫那个工厂直接配合。对，那你一年要做几盒？我们他这个有一个 logo， 他一年要做几盒？一年就做一次，做几盒啊？对，哦，多的嘞，很多，最起码也有400-500盒吧。